阿贝，我来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AY 阿贝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打算要来抽20000玉。那我想要抽三黄，想了很久。那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办法抽到？我最近好像有稍微的比较转运一点了。之前有看我的直播的人应该都蛮清楚，我的这个账号的脸真的非常非常黑，或许说是我本人非常的黑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想要抽的武将有哪一些好不好，像是我们的三皇嘛，然后赵云，赵云也不错啊，赵云、吕蒙，吕蒙超需要，然后还可以来抽我们的，我看一下，马超，我做梦梦到我抽到马超，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抽到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们也可以来抽一个，我看看，关银屏，然后三皇嘛，三皇我们都需要，再来就是张姬 ，T 零的辅助，对不对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抽起来，来来来来。来来来 ，Go Go！ 忍不住了，忍不住了。各位观众，气在来，应该差不多要出货了。阿贝已经这免费的抽了很多，都还没有出五星。果然果然来了，又太史迟，又来气也不错啦。至少我现在没有开荒的武将，有一个太史慈的话，还算，好像还算可以，对不对？来来，我稍微的去调一下我们的这个声音，好不好？我声音我看一下，因为我要把这个游戏的音乐关掉，然后呢，我们留着这个音效，感觉不错。来，各位观众，气在来。有没有办法连出？有没有办法连出？我看一下。哇哦，好大哦！我靠，哪里？哟，何太后的胸部，谁把我何太后的胸部弄不见了？来，再来！哇哦，这个爆率有点厉害，可是可以来一点猛的吗？来一点，来一点我想要的气。好像不可以说还可以，一说还可以之后，就直接变了。来，气再来，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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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完了，完了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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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糟糕了，天哪，来。三皇，三皇起来！我的天哪，这么多是这种东西，干，怎么都是这种东西啊？完了，又要抽寂寞了吗？气在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给我！我想要三皇。曹操、孙权、刘备、曹操，我就这样一直重复着念，我就不信他出不来。曹操，还有张姬，张姬，曹操，张姬，曹操，刘备，张良。张良可以猜什么样的一个战绩啊？我们来看一下，他可以猜什么？众谋不懈，战斗中每当自身试图发动主动追击战法前，有 40% 几率对这个五距离五以内的单体发动一次策略攻击。那他比较适合哦，主动跟追击战法都可以哦。那本身自己要有一个高发动几率的一个主动战法或者追击战法。哦，
100% 的徐庶，对不对？每次普攻干都有 40% 的几率发动 194% 的这个策略攻击，哇，很强欸，就适合配这种徐庶这种 100% 发动的这种追击战法，欸，这招厉害哦，哎呦，哎呦喂哦，这招厉害，欸，不错欸，哎呦，我们的战法又多一个选择了，使我军全体防御提高 60%，并使我军前锋、中锋受到普通攻击会进行反击，在此期间对敌方所有存在要素的效果造成伤害降低。哦，这是比较适合拿来组我们的张角、张良、张宝，对不对？三宝、三张啊，比较适合，对不对？看起来也都哇，这个不错哎，抽到这张不错哎，气再来。就算没给我三皇，没给我张姬，至少给我好的技能，我 OK， 好不好？我 OK， 来，每次看到他，我都觉得是张飞绑了辫子啊，女版张飞是不是？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，张姬，张姬，张姬，刘备。曹操全部都没有，张姬、刘备，看，欸，我是抽超过了，张姬、刘备，敢再给我出一只吧？张姬、刘备，完了，我要干了，靠腰，不要开玩笑哦！刘备、曹操、孙权。再一个双胞胎，双胞胎包起来，抽到底了，我忍不住了，出货来，干，操，哎，又抽了个极魔啊，抽了个极魔，好了，至少我们有抽到一个张良，他的战技，欸，他的战法还不错，好吧，这一次至少没有全部都寂寞了，那出货率的部分呢，还算有点不错哦，有点不错，对不对？出货率的部分。那至于说出稀有卡几率的，出稀有卡的部分呢，是挺糟的，没有出到一个稀有卡。但我脸怎么可以这么黑啊？我实在是搞不懂。我现在开荒还是只能用太史慈，没有别的选择，太无情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一集直播呢，不是，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就到这边。之后呢还会再陆陆续续的新增更多的影片来给大家，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你就可以收到阿北最新资讯，然后我们就下集再见，拜拜。